珊珊，我看到阿嬷吧，我拢无看阿嬷呢。啊，阮伫遮时阵都无看到啊，阿嬷敢会伫房间？阿嬷无伫咧厝啊？阿嬷无伫厝？你哪会知啊？拄则是阿姨爸传讯息给我，伊讲阿嬷的胃无爽快，所以传伊去病医回诊看。什么时阵的代志啊？阿姨爸要带阿嬷出去，你也无爱讲一声。可能是阿嬷感觉无爽快，阿姨爸拄好要出去，所以就顺续带伊去病医啊。佮无甚物问题？无啦，这阿嬷有人在病医就好啊。小姐，你袂用心，我来病医一撮。想袂到阿嬷竟然是胃癌末期，不过药的效果有限。啊，不过拄则阿嬷面对家己的病情，阁会当这么平静，甚至笑会出来，真正是有智慧的老长辈。啊，这里，这里。蔡主任，啊，即摆情形是安怎？阿嬷，我有看过报告啊，嘛看过陈主任开的药啊，伊开的药啊完全正确。伊阿嬷即摆的状况，即个当时安尼处理。可能即摆吼，真正是老啊啦，啊，小寡坎坷一日吼，都挡袂掉啊啦。啊，不过既然连蔡主任你安尼讲啊，我嘛只好忍耐啊。阿嬷，啥物小寡坎坷尔啊？这若是换做别人哦，一定挡袂掉的。你竟然会当这么平静吼，我对你足佩服的。拢食到这么老啊啦。这小可青头吼，我走来才发艰苦，啊，讲起来吼，实在有够歹势啦。什么小可青头？阿妈，你朋友医生看，那无叫我回来啊？不要紧啊，阿姨啊吼，都拄啊顺路送我来啦。即马蔡主任，你甲我解释病情啦。哦，啊，医生讲你除了胃出血以外，应该无其他的问题啦。不过哦，蔡主任讲，我这不是小可毛病呢。阿妈，我的意思是讲哦，一年一回哦，胃出血哦是真有可能最严重的。不过你既然会当这么平静，就无简单。这么严重哦？是啊，不过阿妈，你的状况无严重啊。我想讲哦，找主治医师参详一下哦。看是不是有办法咯，减轻你不爽快的镜头。蔡主任，安尼都麻烦你啊。这边我来洗手间一下，等下咱再做伙来等。好，阿妈，恁某去找你。阿妈，阿某的代志，恁某会知影。我不是讲故意来问阿妈啦，是阿妈真正有悔啊，我惊伊无法度承受这个打击啦。我希望讲我的心情你有法度理解。这是我的想法啦，互你参考一下吼。因为阿嬷的状况不太乐观，你若是让伊知影家己要离开啊，让伊去完成一挂想要完成的代志，安尼较无遗憾啊。这支嘴若讲歹话吼，所有的福德吼，念伊就去了了啊。所以咱平常时啊吼，较莫有是非啦，较莫批评人。安尼有了解。嗯，我讲话你哪会烦着？你是无烦着我啦。不过你最近吼，拢把你的注意力放在小王子身上呢，拢无落乌落我缘投，哎，你安尼唔对呢，水洗功德呢？大爷个大嫂，搁咧放闪啊！妈，文初，啊，今日拢无看到你的人，你是走去倒啊？我去接人。青柳，妈。回来了，无代志啊，拢交律师处理啊。安尼我总算会安心啊。我生气气的，你哪懂你家呢？无要紧啦，我看到大家在遐吼，我是足欢喜的。原本哦，我俩阵我无路转来找过你啊。所以都要感谢公妈第一嘛，幸福宝贝，互你奉养我个。爸，恭喜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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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青柳，
你为了囡仔设想是真好啦。啊，不过吼，有诶代志会当做，有诶代志袂当做。以后你唔通去做戆代志，互我烦恼。啊，我知影。即个转来了，以后吼，我袂好家己搁离开这个家啊。阿姆，我敬你。啊，毕竟唔多爱讲一寡话。爱健康，有这缘分，大家共同食饭，啊，哪食哪食，就变一家人啊。哦，好，阿姆，我来。啊，你甲珊珊交往偌久啊？哦，已经年外。经过一寡代志，我拢知影你是会当挖苦的人啊。珊珊嘛年纪袂少啊啦。我咧想，是毋是趁过年前，甲恁的婚事办办咧？永健，你看安怎？我当然嘛愿意啊！啊，就是毋知影珊珊是毋是？我之前已经甲你求过婚啊，你即摆总算是答应啦。永健，是，我只要求你。好好对待我的查某囝，你若敢欺负伊，我绝对会帮你耍，你有听到无？哎呦妈，你连应考的方式哦，那跟一般的妈妈无同嘞，霸气。阿姆，拄则你所讲的每一个字，每一句话，我拢听得足清楚的。我即马袂当回答大家。我金永健绝对袂做出伤害珊珊的代志，我嘛保证一定会予伊幸福的。多谢阿姆愿意予我这个机会来证明，嘛多谢大家愿意信任我。来，新娘新娘靠近一点哦。来，笑一个。来，把手牵起来，恩爱一点。林志明，林志文。我甲永健咧翕相，恁两个人咧笑啥？哦，啊，志文讲你哦，你笑做歹啊！我是笑你哦，笑到到变强的啦。哎，歹看是你讲的，不是我讲的啊。嗯。啊，恁两个做阿兄较正经的啦，莫遐幼稚好不好？啊，无咱来去全家福贺啊！啊，不过爱换一个口味，做一寡较轻松的动作甲表情。哎，透好抱一下哦，不要紧哦。哎呦，你安尼哪有活泼啦？咱来比爱心，一二三，爱心，一二三，快点！哎，有这种代志？好，我知。是安怎？警方讲有查到一个连续杀人案啦。根据因的线索，后一个犯人的所在应该在咱设计部店。你安尼，那恁那后一步按怎做啊？为了这件代志，我来处理啦。从即马开始，你卖去饭店上班。袂用哩，饭店是咱咧经营的，我免来当相骗，而且我嘛袂当互不过人受到伤害，我袂做会处理。佳玉，我有杰西好人情算，可能演一到三工。为今日开始，饭店会加强安检。若是有任何可疑的人物，要是不合你的要求，你就要小心处理。若是有任何疑问，要是无法度处理的代志，就马上通报。敢是有啥物危险的人物要来哦？警方只是推测，嫌疑犯有可能会来到咱的饭店。啊，不过我相信以你的专业能力，会当应付所有的状况。而且大家免紧张，警方会派人过来协助。你好。请问你敢是预约入住的人客？麻烦请给我登记一下。对房间敢有啥物特殊的要求？我的房间爱有上好椅，而且我的房间后壁一定爱有我的 lucky number 7。而且我的房间袂当我电梯上近，我惊吵。And no corners room so uncomfortable。啊，搁有啦，我的房间袂当有味，我的鼻仔就敏感。那是其他的，
我若是入去房间，若是感觉无半下意，再甲你讲。阮饭店以服务至上，希望你不愿意加你的房间。谢谢。对啦，我若是真正无半下意，我甲银姊明，你替我换房间。Pretty lady， 吴佳云，我会记得你的名。是的。不好意思，这是你。喂，柜台哦，我的房卡有问题，请你叫人入来看一下。进来哦。奇怪，不好意思，我现在去楼卡换一张新的房卡给你。等一下，刚刚你要我在这等哦？恁饭店不是拢讲服务第一，你就是用饭店万用卡先帮我开门。我真忝，我想要先休困，好不？啊，不过，好，我马上开。来，拍摄呢。今后，我顺续聊到一个饭店之花。那叫一把停书，警方到家上警还五分钟。不过我调查过啊，我即马甲你带走，上找四分半钟。饭店之花，想要去倒约会，我先出去。向同你报转，封锁出入口。赶多家入住的七零七号房客砸来。